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出门了，今天要去装外接烤，还有下拉板。我不知道现在下大雨，我刚才想说没什么雨。哎呦！洗导线装完之后呢，原本暖车的时候开冷气，这个会抖动，抖到一个不行。现在变顺了，好奇怪哦。换了条引擎上面的线，就会有这些差别。啊，要拿这个，还有这个。但这雨好大、啊，都是大滴的雨。但他那间店在哪，我还真的忘记嘞。我要想一下，好在三峡，好不是在这吗？忘记在哪了。跟粘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你看，前车主弄的吧，防水胶吧，门里面流出来的。之前一阵子没开啦，然后停在大太阳底下，全部流的都是。对啊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就是那个什么烤耳那个，我。对啊，可以用吗？可以吧？他说什么四孔改五孔，然后他有说明书的，在你盒子里面。弄这个之后啊，都变很难开，就是已经弄变翘翘的这样子。这线有在我家附近那边换过了，他说这个他不会用。有晒太阳啊，然后我觉得应该是晒太阳造成的吧，
蛮多的。他自己控的？我不知道。现在前车主弄的吗？是啊。整片的。整片的。他这自己做的、啊，隔音的，是吧？他、啊、这个呢，这一片是什么？应该是哦，粘着而已啊。对啊，粘隔音的。啊，没有，就是隔音胶。隔垫片上面的胶。对啊。预热久了就留下来。对啊。那为什么？另外一边。那为什么另外一边没有？好奇怪。还是另外一边他没装啊，这样才有用啊。2 hours later. 另外感谢帮忙安装零件的永力汽车，粉丝团连结在影片下方叙述栏可以找到。改完之后很明显可以感觉出油门变轻了，油门反应变快了，换挡不再软软的感觉。然后使用几个月的情况下发现变省油了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我跑去跟其他 YouTuber 混，然后混了一阵子的剧组，也因此才有机会开一开九人座的车或者是更大的车子，增加自己的驾驶经验。然后前阵子我把我所有的家当都带上了，就莫名其妙的搬到台南去了。我发现台南真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，物价便宜，随便就是一直吃吃吃吃吃，肚子就变胖了。另外我在有空的时候会开 FB 的游戏直播，欢迎大家来对我的粉丝团按赞或追踪看我玩游戏哦，谢谢大家。